鲁豫有约近日播出最近一期跨界名嘴的成长路，邀得金星做客，讲述成名往事。他在节目中自曝，在美国生活时曾经遭同行陷害。他那时候在美国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，却被同行举报贩毒，被警方拘留，最后错过了报道的时间，比赛资格就被自动取消了。金星说，这个陷害他的同行也是中国人，对方是嫉妒他拿奖学金去美国生活无忧，而且成名得快，而那个同行却是个贩毒生，所以就心生歪念，陷害金星贩毒，令他锒铛入狱。可是这段经历给金星带来了灵感，他把在拘留所那两天的感受编成一出舞蹈作品《半梦》，这个作品更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大奖。这样的结果应该把那个同行气得半死吧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鲁豫有约近日播出最近一期跨界名嘴的成长路，邀得金星做客，讲述成名往事。他在节目中自曝，在美国生活时曾经遭同行陷害。他那时候在美国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，却被同行举报贩毒，被警方拘留，最后错过了报道的时间，比赛资格就被自动取消了。金星说，这个陷害他的同行也是中国人，对方是嫉妒他拿奖学金去美国生活无忧，而且成名得快，而那个同行却是个贩毒生，所以就心生歪念，陷害金星贩毒，令他锒铛入狱。可是这段经历给金星带来了灵感，他把在拘留所那两天的感受编成一出舞蹈作品《半梦》，这个作品更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大奖。这样的结果应该把那个同行气得半死吧。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。